哦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那最近呢，《地平线五》新增了一张图，算是图嘛？它算是一个圆环赛道。这个，那这个是挑战的。那在创意中心呢，有人做了两张图出来。第一张呢是这一张，这一张是有对手的。那对手的话，他也是可以挂机。那大概直圈挂完大概是12分钟到13分钟。那另外一张呢？另外一张是这一张。啊，那挂机的话，我是不太推荐，因为它钱是偏少。所以如果想要挂短时间的钱，还是挂刚刚。这一张就可以了。那两张代码我一样会分享给大家。那它实际上是长怎样呢？在之后呢，它就是啊，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。如果喜欢我影片的各位观众啊。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，拜拜。